干了，超猛的。欸，有人打我，好久不见欸。没有没有，他们那个心灵相约废物没关系，不用理他。我会封住他，我会封住他跟冰帝。那我好久不见，快被他杀死了。我会封住冰帝，不用理他。那怎么有听起来放动态啊？他，我尽量解，我尽量解。看，还反伤状态啊！他们来了，他们废物群来了，废物群来了！哈哈，他们也阻止不了一场会倒的命运了。加油，小鸡好猛哦！小鸡，我在，小鸡加油！一场要倒了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试一试。加油！先跑，安小不倒。先拉走。蓝，你不能轻挂，蓝，你不能轻挂。小鸡，把我拖出来，拖出来，帮一下小鸡，帮一下小鸡。干，他们人好多、啊。干，谁让你来了？八个，还在不理。快快，我拖出来。小鸡加油，你加油。当王回去，他们就没有反伤了。我被封魔了。我点不到你啊！他们好多人来哦，米塔。一下子过去低调了，不爽啊！被他们锁下来了，爱走来了，没办法、啊。我靠，二路更多人呢、欸！你们打下来了，打得下来吗？我这边偷袭失败啊！哎，守护塔差一点点呢。刚刚守护塔真的差一点点打下来、欸，我要踩在那边的，赶快冲过去，快点快点快点快！靠，不行，太多人打我了，他们搞围殴啊！我要开防御了，全都是物理的。哦，有包包到了，只有个包包清空给我。刚刚蓝。蓝，你刚刚应该要签字，不要打死才对，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有机会可以打掉我们，不用交友，懂吗？没关系啊，我要去穿塔罗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王先让他回去，不要打王。快点，还有来，快点，塔剩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赶快去。啊，回去啊啊！那谁惨了怎么办？那也在，可是我退哦哈。我打我吗？大神，我第一次要想一个蓝女主乐乐，蓝女主乐乐，酷乐乐，被打完了，塔剩一点点，塔剩一点点。